哎呀，买了一铺开吧，给我们再买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远。今天呢，去市场买了一只鸡，12个猪腰，2斤的黄鳝。咱们今天做一个柴鸡黄鳝炖猪腰。咱们先把这个原料改一下刀。把黄鳝背上改成一字花刀，猪腰从中间片开，把这个腰骚去掉，把这猪腰片成薄片，准备点葱姜蒜，锅中烧点油，油温七成热以后，把黄鳝放进去，炸出水分以后捞出来，锅中上点底油，放入葱姜蒜爆香，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倒入鸡块。炒出水分以后，倒入麻辣料，炒香以后烹入白酒、生抽、酱油，添入清水，调入咸盐、鸡粉、白胡椒、白糖，切点丝瓜垫入盘底，把这个尖椒切成滚刀块。鸡块已经烧了半个小时了，咱们现在把黄鳝放进去。最后把猪腰放进去，放入尖椒，烧开以后盛到这盘子里，啊，尝尝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好吃的？这是什么？鸡块，黄鳝，黄鳝，猪腰。啊，尝啊，就你那是猪腰。嗯，来片小猪腰。来。香港鱼腰，嗯，这小腰啊，带的，嗯，配上这个小黄鳝，腰配黄鳝，卖也确实腰了。哎，人到中年啊，这腰是必不可少啊。老馋不来哈、啊，嗯，越来越香，越香炒越香，心里越感谢。嗯，啊，有香油了。哎呀，买了一铺开吧，就得有食欲。里边有丝瓜啊，啊，嗯，百米碗舒服巴适，嗯，啊，爽。